末影青龙跑飞腾宏图的表现如何？这期我们来看一下他跑沁园春的性能表现。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出他的表现啊，我也是用猴子跑了一个计时用来做参照。那末影青龙作为腾空车，它的动力还是相当可以的，整体基础数据各方面呢跟孙悟空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就是特性触发不一样而已。不过呢，末影青龙也就在腾空图强而已啊，平地图触发概率这个特性实在是难受啊，很难组成 CWWW 也就算了啊，九次使用小喷触发的特性也要好几个弯才能触发。而孙悟空他即使不在加速带图，每使用两次氮气他也会触发特性，而且触发时间有七秒，覆盖率贼高啊。这就是孙悟空不仅加速带地图强，动力图它也强的原因。不过呢，沁园春也还是有好几个小跳台呢，所以两者看起来并不会相差太多。如果是纯平地图，那末影青龙它的性能是所有机甲中垫底的哈。那做这期视频的目的呢，是想给那些想知道末影青龙在平地图表现的小伙伴看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说啊，腾空车拿来跑平地图干嘛了哈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关注支持一下。